什么？你们要周深翻一个？周深的命也是命。来，小鸡小鸡哥哥大，怎么觉得你好像在跟我吵架，用屁股跟我吵架？那是哇，我起一身鸡皮疙瘩啊！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。自打腾讯上线舞台2023后，相关话题一路狂飙，其热度跟浙江台前不久刚刚上线的好声音2023不相上下。但论节目效果和导师阵容，明显前者更胜一筹。节目组一口气邀请来了四位华语乐坛的实力唱将，分别有黄绮珊、陈嘉桦、王嘉尔以及大魔王周深。他们的四人的加持就是整档节目质量上的一个保障。当然了，好声音的导师同样优秀，可由于浙江台的骚操作太多，导致好声音早就败光了路人缘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开播至今有关于好声音的热搜话题寥寥无几，也有不少网友认为这档节目早就该停播了，继续办下去没有任何意义。网友们点评不无道理，要知道每年从好声音出道的歌手都只是昙花一现，就拿去年的冠军来说，节目收官之后既没打开市场的大门，也没受到资本的重视，仿佛只是参加了一档音综这么简单。反观舞台2023就不一样了，参加舞台竞演的选手个个都卧虎藏龙，表面上看平平无奇，登台之后立马就会放出大招。而在第一期节目中，腾讯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，特意为大魔王周深安排了一场 solo 表演，与网传中所讲的一样，演唱了《流浪地球2》的高质量 OST 主题曲《人世》，周深的炸裂舞台，活生生将一档音综变成了个人演唱会，呈现出来的效果远超观众预期。与其说是舞台首唱，倒不如将其形容成歌剧表演更为贴切。而在点评选手们的舞台表现环节中，周深一点偶像包袱都没有，并且每次都会反复观看对方的个人资料，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小细节，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周深的敬业精神和节目的真实性。不论是国内选手还是国外艺人，周深都会在第一时间给予对方鼓励，并且提出多个关键性问题，这一点跟天赐的声音的导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首期节目有多炸裂，第二期节目就有多高能。选手表演完后，浪姐顶流陈嘉桦不按套路出牌，提议让周深现场示范教学。此话一出，只见周深脸上写满了害羞，真就印证了那句台下小可爱台上大魔王。喜欢周深的歌迷都知道，在很多大型活动中，周深都会现场清唱几句，独一无二的天籁之音总能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。果然不负众望，在没有任何舞台设备的加持之下，周深开嗓清唱了一首《大面炸裂》，唱功一出来后立马震惊全场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周深的身上。一分钟的清唱让很多路人都见识到了周深强大的业务功底，不少网友都说，评价一名歌手的唱功如何，不能看他的舞台表演，而是要看他的清唱水平。而周深的现场教学就是一个模范典型，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偌大的华语乐坛只有周深可以成为央媒宠儿了。仅用短短一分钟时间就为本期节目创造了一个高光时刻，对此不少网友都在弹幕表示，如果周深可以多唱两句就好了，因为他的歌声怎么听都听不够。坐在王嘉尔旁边的外籍艺人朴宰范也没闲住，当场就给导师周深打出了1000分。随后号称万物皆可民歌的素人闪亮登场，选曲还是周深的代表作《大鱼》，只不过他是用民歌的方式来演唱这首金曲。本以为他能赋予这首歌不同的灵魂，可期望越高，失望也就越大。演唱效果令人难以恭维，但即便如此，周深还是很友好地跟他对唱了起来。换作其他艺人，听到有人用这样的方式来演绎自己的曲目，肯定会避而不谈，可周深还是主动跟对方互动。如果不是周深的高情商举动，本期节目势必会上演一段抓马情节。在周深面前演唱《大鱼》，只能说戴泽颖勇气可嘉，但在唱功方面不及其他选手的1/3，只用这种特殊技巧很难在节目中斩获观众们的喜爱。换句话说，他的表演方式只合适在直播间博人眼球，并不适合在大型舞台上表演。所有曲目都用同样的方式诠释，非但不能给节目出任何惊喜，还会导致观众审美疲劳。尽管实力一般，但性格比较讨喜，无形当中跟周深的高能互动创造出了多个出圈话题。节目播出之后，多名网友都在微博话题上发起了个人喜爱度排行，大魔王周深凭实力断层第一。除了自家歌迷外，很多路人都表示被周深的高能表现瞬间圈粉。
首期节目中，周深就为腾讯的舞台2023创下了有史以来最高收视纪录。就目前的热度来看，该节目有望成为今夏不可多得的一档爆款银综。不知道大家都对周深在节目中的表现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？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点赞、留言、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